怎样？哎呦，马上这样！刚刚不是在问我说我家住哪里吗？怎么？拜托，你以为你一定赢啊？是一定。长沙了不起啊？没有啦。拜托，大了不起啊？没有啊。信不信我真的打你？不怕。真的、啊？真的赢吗？我跟你讲，脚粗不是，我只是过不去赢了。脚真的很粗哎、欸，脚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！我跟你讲，比接力是比默契，并不是比那些体力。我只要接棒接得好，脚粗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、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以前是接棒的校队，接棒的校队，跑就不行，专属于接棒接棒系列。对，要接完棒，然后下一个，哎、欸，帮我跑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我再帮下一棒接这样。我告诉你，你等一下看到我接棒，你就知道有多漂亮。原来接棒接棒校队这一招，亏你想得出来，该不会是跟小猪学来的吧？俗话说好，万事起头难嘛。对，所以第一棒一定要找又英俊又帅又有智慧的人来担任，跑得又快又有实力。对，就是我们两个先礼后兵一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一下跑完一起去吃个下午茶。OK， 没有问题啊。做嘛。对，好无聊啊，你们这两个，我们去旁边划圈好了。我们要等你回来了。来，十，来加手。没有，好了，不要理他嘛。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大队接力 ，Go！ 预备，强辩第一棒的小猴爆发力相当惊人哦，不过很可惜后继无力，跑到后半段还是被少翔给迎头赶上了。小猴，你这一招丢棒子的怪招可真是太惨了透了，远远落后给四维红阵了。三棒小花使出了手刀，奋力的往前冲，不过还是追不上进度超前的班杰。比赛到了最后一棒的关键时刻，国彦小小的放水给黄牛，可惜黄牛已经体力透支了，无法做最后的冲刺，只能远远的看着国彦的背影抵达终点线。我还等他们半圈呢，跑回来还是我半圈，我还可以讲话，他快挂了。你好吧，红牛，我没事。警察昏迷，挂了台下吧。十五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闪开！行不行啊？我吐口水哦。不用，我醒了。好。你们有必要那么夸张吗？最后一个回合，毫无疑问的由五虎将拿下胜利。今天的百分百运动会，强辩总共只拿下了一胜，输给了五虎将，只好愿赌服输进行惩罚喽。刚刚讲是闻袜子，闻袜子嘛，然后手好香。可是我们觉得，因为你知道，袜子脱下来戴尴尬，对，不然云胶质好了，不是啊。很糟，奇怪，没有，他袜子破掉，不用脱，直接穿在破洞。这么夸张，这太恶心了。我就改成下次见面的时候呢，你们拿饮料给我们。但你们还是要站上司令台说吴武将好帅。哦，这个 OK， 这个 OK 吗？言不由衷，我们团。可是我们要。我说博彦，你们也太善良了吧？就这样放过强辩一马，不过轻微的惩罚还是要的。吴武将好帅，吴武将好帅，吴武将。谢谢，太好了，我是个说谎的小孩。1、2、3，强辩也很帅，加好心，哇，耶，哇，今天就到此结束吧，耶，五虎将赢了，耶。我们最后再玩校园封神榜，是不是？互相呐喊，对吧？班杰脸好尴尬呀。想睡觉了，好尴尬、啊。哎，所以说，哎，我刚刚看到那个跑大队接力的时候，小花跑其实还蛮快的，还有小猴也很快，小猴也蛮快的。可是小花，我觉得你有一个地方是有点缺点，怎么？不够帅吗？你的腰挺太直了。
因为小时候我妈都告诉我不能驼背，一驼背拿棍子打。你要挺太直了，所以那个风阻太强了。对，小猴压低一点。哎，对啊，小猴其实你一直有赢，对不对？我是算错，因为以前那种大队接力，想说四百嘛，就跑一百就够了。对啊，一开始就冲。后来冲冲冲，我想说好，到快到定点，然后一看黄牛那个扣篮还很远，我就啊就软掉了。可是你还丢吧？对，你为什么要直标枪呢？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偷偷跟扣篮讲好了。嗯、欸，黄牛用丢的，结果呢？他说好，我就耶，他就漏箭，我就喷走。黄牛手，因为地板是软的、啊，一敲就球，我要接这边，哎、欸，飞到哪里去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刚刚表演好生动。强哥附身，对，这是表演好生动，你是 TVB 的吧？啊，是吗？你是这种无限台出来的。哦，哎呀，跑步不是重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对，而且还蛮有君子风度的、啊，互相说对方很帅。对啊，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，你看，身心健康。君子之争啊，对，好，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手上的作品。没错，我们4月3号的时候即将发行这个《强辩之终极三国三国鼎立 Super 大斗阵》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两个活动，分别是在这个4月5号的下午2点钟，然后在高雄梦时代广场；再来是4月19号的下午1点钟，是在西门町的联合医院前面的广场，有我们这一张的签唱会。没错，好，那因为五虎将没有来啊，所以你们要跟帮他们来宣传一下啦。每周五是10点，晚上10点的时候可以在明视可以看到；每周六是在八大电视台10点半的时候可以看得到。好，支持收看哦！大家一定要看《终极三国》，也要支持强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在我的心里面，完美只要更完美，谁都不完美。